Hey, hello everybody， 我今天买一个新的麦克风啊，然后我要想问你们啊，到底怎么用啊？这个我看很多人的家都有那种robotic vacuum cleaner， 我自己也买一个，我老婆叫我买的，然后我要给她一个 surprise 啊。那假如你们会用的话，让我告诉我。你看这个没有 wire 的呢，有没有插的？不能怎么插嘞？找啊，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很便宜的，就是这个。但是啊 ，the problem is 啊，我不懂怎么用下。这个是 pink color 的啦，也是蛮美的。反正你会用的话，让我知道啊，在那个 comments below 啊。然后它也不会走来走去的嘞，它就在那边。但是还有一个 function 是它这边可以转的，所以我们改这边啊扫地啊。你们会用的话，快快留言下来跟我讲那个 video 怎么用。你让我老婆回来给他屌啊！谢谢啊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